没。这一大片的梦中竹啊，是拍武侠片的地方。这里的环境非常的清幽，很适合哈来这边散步、聊天。夏天来。现在这个气温很适宜哈，来这边散步，再走一趟哈，大约吧25分钟。这边有露营区，它是刚开张的。一开张，它就放在网络上，马上就订单满满的。半年之内的订单已经满了。现在很感受。这有一小段的好汉坡，然后后面有一小段的好汉坡。那些人都很细，哦，来到这边洗森林浴啊，这里的芬多精，吸吸这个大自然的空气，天地灵气啊，大地的精华，萃取大地的精华，非常的舒爽。今天是106年4月1号，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下午，我们来到这边。晚上呢，要住在哪里啊？和雅，和雅民宿。他开价是2000多块，只要给他杀价，杀到1800。你待会哈，现在时间嘛是5:30，等下6点左右我们就要进入了，进驻那和雅民宿了。啊，明天呢再继续，往西头方向走，西头逛一逛呢。再到那个忘忧森林，忘忧森林走一走，再把往西，山林西。哦，您地刷开车，那刷电脑听到。我们要拍一下照。好。我觉得那个是因为相机的关系吧。各位小姐，不好意思哈，哎，让录一下，我在录影，我现在在直播，大家都在看，大家都在看。哎，
看。嗯。也要看，还有下雨。不要。不要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下去了，步道。啊，下面是步道，往下走的步道。这里很棒的地方，老婆过来，你过来，老婆你过来，还在录哦，来，还在录啊，录那么，来啊，过来啊，录那么久啊，哎呀，要录几分钟啊，我们要现在要做个结束，好了，再拍个照，哎，OK。